我与刘晓波相识是在1989年6月2日，我从北京工人四联合会到天安门广场与刘晓波相遇，那个时候他在中心，我在周围。我在晓波入狱之前几年，我一直跟刘霞和晓波很近的交流，但是在他们生活当中里边的点点滴滴，我可以能体现到刘晓波是非常爱刘霞，点点滴滴都能体现到。每次有朋友来到美国的话，我都问晓波你需要买一些什么书，他说不用了，你就带一瓶红酒就可以。而且晓波是一个非常有人心有情感，对兄弟姐妹都如此。石涛最是笔会成员，那个时候石涛妈妈到处奔走寻找律师为石涛打官司。石涛妈妈来到美国，晓波一直让我跟石涛妈妈有接进一步的接触，还有这个国内的有几个异议人士的家属经常在国内的时候受到各式各样的迫害，晓波时常都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来跟他们问寒，问一些需要什么帮助，不管是经济帮助和情感的帮助。我知道晓波是一个非常有人性化的我们的战友，我今天管他叫兄弟，几天来我都是很难过，我到底是谁。晓波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同时，我当时在给刘霞打电话，刚刚刘霞出狱离开锦州的监狱，我就问刘霞你告诉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当时全球的华人都为刘晓波震惊，都为小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欢呼，可是在这个时候刘霞却很低沉地告诉我，晓波知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同时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告诉刘霞这个奖是给天安门六四英灵的，然后晓波就流下了眼泪，一直在痛哭中。今天晓波已经离开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尤其是天安门八九年一起奋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住刘霞是晓波的最钟爱的人，我们要用尽一切力来希望刘霞来到海外，不希望刘霞受到更多的痛苦，因为她每一天生活在中国都是在挣扎中，这挣扎的时间不是一天一个月来计算，是用来秒来计算。拜托各位朋友，拜托汪丹还有各位朋友们，谢谢。